雄莫问出处，我只有一本菜谱，煎炒蒸炸煮，让敌人尝一尝什么是苦。菜刀上的威武，面对敌人不发怵，用我的天赋，让传说来一回新的征途。这一本子弹菜谱，每一道致命幸福，大大哥落花流水，大大哥仰面拔叉，让他输得糊里糊涂。这一本子弹菜谱，你出来，出来，你，还有你，我们来玩个游戏。幸运的人能见到明天的太阳。怪人，你给我捡起来！太君，你就饶了我吧！我真的是没有杀过人。太君，那你给我报个字。报字？八嘎！哎，太君，我开枪了。没有子弹。带枪是吧？哎，那可没有冲你开枪啊！你给我测个字。天。老天的天。天字拆开是二人，二人。你说有二人都没事，大吉大吉气。既然是大吉，我就开枪了。哎呀，这果然是大吉气。你的拿着，给他。开枪！拿着！老开人，
你想死，我 CC 可以成全你。 哎，你以为我想来这个地方，这不还是吉田的任务吗？哎，那个流传说捣乱生事了吗？没有，老实着，老实点就行。他要不老实啊，就整整他，别把他给整死了啊！哎，我有一事儿不明白啊，为什么非要等到那些记者离开才能动手呢？哎，其实也不是因为那些记者。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要等到坂田圭一联队长来月台，亲自处理那个流传说。我数到三，不开战，我就剁掉你的手。 你这个中国人的傻子！太君，您真是火眼金睛，这独眼就是一傻子，要不他怎么能大摇大摆的挑着皇军的严控物资进城呢？太君，我知道你想收拾这个流传说，但不用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吧。吉田将军说了，要等着坂田连队长亲自处理这个流传说。こいつらを全員監禁しろ。 嘿，独眼兄，江湖的好汉我见得多了，今天你让我开眼了，你算这个。别急着竖大拇指，我先问问你，要是那枪里有子弹，我现在就跟阎王老子唠嗑嘞。枪里没子弹。你的意思是你早就知道这枪里没子弹？ 这个误会都解除了，这气氛多融洽。哎，独眼兄，请教。你说他弄死鬼子大队长这么大的事情，难道鬼子就这么一直关着他？接着说。哎，我掐算着，鬼子是算好了日子要剁你的脑袋，所以啊，能走走就走走。就是，当然你得带上我们。 我们肯定得带上我们。只要能离开这个鬼地方，我草上飞的兄弟们，甘愿赴汤蹈火。我们也愿意。哎呀，那大家伙儿是不是都想走啊？我也能带你们越狱。 伙房，于长贵。什么意思？你他娘的，这是给人吃的，没牲口呢？怕谁呢？有本事你来做。
不然就闭嘴！来，勺给你，去去，说你不服是吧？二位老总，兄弟相处，义和为贵，不就是厨子又撂炒勺了吗？又一位圣贤说得好，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厨子那不是遍地抓呀？不愧是半仙啊，这厨子前脚刚走，后脚就掐算出来了。这他妈还用算呢？ 你看我这装备，你用脑袋想想，哎，你不用脑袋想，你用屁股想想，你还能想出来吧？啊，这位老总说的很对，脑袋长到了屁股上。你不是，我是这意思，我是说呀，你们放着现成的清福不想，自己活受罪。这就是命，就是命。宝贝，假半仙，你说啥呢？啥叫有清福不想？你给我说清楚，你要说不清楚，我扇你！息怒，老总，息怒。哎，老总。 我这个人啊，虽然是靠嘴吃饭，但是我从来不胡说八道。你说放着前朝御厨的后人你们不用，你自己在这儿点大勺，你这不是活该受罪？那是什么？给皇上做饭的后人？刘传说呀，刘传说祖上三代是前朝御厨，冠绝华夏的手艺。刘传说的手艺那更是名冠京城啊，豆腐都能做出肉味出来。 我觉得这个独眼龙大有来头。哎，你看，他给我写了小纸条，告诉我该咋做，说他就是冲着越狱来的。越狱？除非他脑袋瓜子有问题啊！先把自己送进来，然后再越狱过家家。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你说他究竟想干什么？ 来吧，来吧，家伙事儿啊，都在这儿了。两位大哥，今晚想吃剩嘞？就这点儿，自己看着做吧。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要是给大家吃舒服了，明天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全齐，随便挑。好，那两位兄弟，今天我可就随便做一点啊。但是我可是大厨啊，这种摘葱切蒜的小事儿，我是不会干的。所以啊，你们还得给我配两个打下手的。 这个死棒槌动作太慢，你要不要再给你配个端茶倒水？好主意啊，就这么决定了吧？哎，我看你是有点蹬鼻子上脸吧？这萝卜花，见功夫啊！这晚上一共多少人吃饭啊？一共36个兄弟吧。36个人一块吃啊？啊，不，有6个弟兄值岗。 等我们吃完了，给他捎回去就行了。哦，于二叔，既然您跟我爹是老交情，您也是于长贵的二叔，我家男人的事情就拜托你了。你爹呢，把这件事情啊也跟我说过。不过呀，不是二叔不帮这个忙啊，只是你家男人呀，把天捅了一个大窟窿。 要是没有吉田将军的话，那谁也救不了他呀。告辞了。啊，是我爹让你冒充的吧？不是，不是你爹让我冒充的。那我怎么没听我爹提过你啊？说不说实话？你要真是狗汉奸于长贵的二叔，现在就宰了你！ 我不是于长贵的二叔，是我叫赵德发，是你爹雇我来的。滚！你这是咋做的？这么响？人数都对上来，36个黄皮狗外加于长贵，吃饭的时候有6个人值岗。啊？还有6个值岗的？ 那要有一个人发现了咱们的企图，那咱们就麻烦了。得想办法让这个6个也一起来吃饭。还有更麻烦的，那些小鬼子根本不在咱们这儿吃饭，专门在鬼子的伙房吃饭。那就趁晚饭前后动手，先把里面的黄皮狗解决掉，然后换上黄皮狗的衣服，趁着天黑谁也看不见谁，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那几个小鬼子干掉。这道菜是这么烧。 但如果火灭了，还是出不了锅。你的意思，咱们出不了城？哎，
我说你还真是个半仙儿啊！啊，可以啊！这晚饭时间和关城门的时间也就差2袋烟的功夫，即使我们出了监狱，出不了城，也得回来做回锅肉。那咋办？什么东西这么小？来，尝尝我的手艺。哎，你这……哎，你给你哪尝？嗯，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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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过这么好的东西给那些黄皮狗吃，这糟蹋了，这太好吃了！你说的很有道理，你不行。哎，你要做声来，让黄皮狗尝尝我的口水。如果哪个厨子瞅你假扮先不顺眼，是不是也把口水、鼻涕下锅当佐料啊？你家有家法，行有行规。师傅有过话，即使是给杀父仇人家做寿宴，也不准在饭菜里面做手脚。 你可以不做，但是如果你做，就必须做好，不然的话，厨艺再好也枉然。听见没？这话在理，就像我们猎户从来不打带枣的木手。哎呀，什么呀？这么香？啥东西？兄弟们，开饭了！坐声来，坐声来，排队去，排队去。 不排是吧？我就把这锅汤倒饭坑里。排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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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队
是爷爷我，给爷爷排队去，想吃饭请排队。这是我们队长，哦，队长啊，那就更应该明事理，对不对？先来后到，去排队去。王八蛋脑子长屎了，让八路烧饭。对，队长，他是八路不假，那可以是厨子呀。听说那祖上三代那都是给皇帝做吃的的。对啊。 你问问，哎，你问问，这辈子你没吃过这么香的。于队长，这就是你的不队了。他们可都是你的兄弟呀，你要是想他们为你卖命，你得从心眼里疼他们，知道吗？这叫什么？爱兵如子啊！瞅瞅你现在这个样子啊，为了这么一口吃的，又是训人又是拔枪，这将来要是到了战场上，万一情况不妙，你不认下兄弟们先开溜啊？兄弟们，你们说对不对啊？对呀。是。 是什么事啊？这一锅汤还没进嘴里，就把你们这么吐在这个收买了。你是怎么进来的？我总觉着你这个声音老是怪怪的呢。我大哥吴金彪抢了日本人的军火，我和我的兄弟于六赵七断后。 没跑成，让人给抓起来了。他们想拿我们换军火，如果军火换不回来，这脑袋肯定得搬家。所以呢，能天亮逃出去，绝对不能拖到晌午。你把刘厨子一个人弄到伙房去，他一个人不会开溜吧？哼，笑声。 监狱墙两丈高，我都飞不出去。他一个厨子，能跑到哪儿去？不用担心，是吧？哼！哎，你说，就这手艺，要是开个馆子，那每天不得炕上数钱去？ 我当八路就是为了开馆子，我咋听不明白呢？这小鬼子要是把咱中国都占了，还不得是鬼子的饭菜呢？我这手艺不就荒废了？
你还想吃溜肉段呢？天天啃你的饭团吧。饭团天天吃，不咋地，不咋地吧？刚才你师爷说明天做溜肉段儿，明天再说。嘿。一会儿要是有人来提审你，你就跟他出去。他们都是作证的。你是八路？嘘。这其实吧，我早就知道了。你们为什么要救我？等你出去你就知道了。那我出去了你咋办？不用你操心，我有办法。既然你们可以把我救出去，你魏胜进来啊？还有，你魏。您看您相中哪个了啊？这个，哎，这个更适合您。嗯，啊，这个挺适合您的啊。老总，我们认识吗？是我呀。你谁啊？哎，你谁？你说呀。你真不认识我呀？那花家班你总该听说过吧？花家班？我就是花牡丹呢。花牡丹，你早说嘛！找我什么事啊？这堂位我也办不了。我有个朋友，他在监狱呢，我想进去看看他。谁？就是骂死鬼子的那个。你说刘川说？好姑娘，这个忙我可实在帮不了你，你还是找别人吧。老总，别我求求你了，哎，你放开，放开说。川叔，你说我的刀工为什么就不行了？那得慢慢练。哎，你们等等，手停下了，给我出来一下。哎，我这切菜呢，还等着下锅呢。快点啊！大伙菜。哎，你咋进来了？这破监狱，你婆姨我还不是想进来就进来呀？哦，这油锅都热了，就差你这把炒勺了。哎，那你想好怎么离开了吗？想好了，不光我一个人。哎，做声来，做声来。哎呀，火都烧房了，你还有心思数豆豆？哎，这火都烧房了，你还有心思说俏皮话？你到底要我说声来？那你就说，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啊？明天傍晚，你要想办法拖出不让关南城门，拖的时间越久越好。你放心，只要你不来，我让那个城门一直开着。好的，走吧，走吧。哎，走吧。我不走。为什么？亲我。这是圣地方，你还单居寡婆瞎胡闹啊你！你亲不亲？不亲。你赶紧走，赶紧走啊！您俩怎么都在外边杵着呀？菜烧的怎么样了呀？于长贵来了，你快藏起来，快藏！你快点亲我，大不了我跟你一起吃牢饭。闭
快藏起来。队长，您还是别进去。为什么呀？这里边太乱。那个他不卫生。这主要是他怕别人偷窃走他的手艺。啊，对。不对啊。有什么不对？烧菜得有声音，可里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不会是跑了吧？不。队长，你举着枪对着我作甚啊？要拉我裤裆啊？我是来看看你们料备齐了没有？备齐了。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慢走，不送。你也赶紧走吧。嗯，你还要作证嘞？亲嘴儿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咋不一样？人家都说亲完嘴儿满嘴都是唾沫。你真的是甚话都敢说啊！小心将来嫁不出去啊！你还真是我爸的好姑爷，跟我爸一个口气。行了，你赶紧走吧，明天自己小心点啊！走吧。那明天我南城门等你。明天见。嗯。话都放出去了，吃晌午饭的时候，我就把话放出去了。我跟他们说了，这个肉够淡的，一定要趁热吃，那才好吃。一碗肉够淡啊，生鲜都不换。哎，哥说，这个鸡蛋都够数吧？鸡蛋我数的，37个，不多不少。哎，那我那份呢？哎，你咋这？你为什么不多放一个蛋？哎呀，我这辈子最喜欢吃肉勾蛋，你看你这肉勾蛋馋死人，给定金子都不换。我看你就是成心，你给我报个字。葛善，我要算算，看看能不能捡个漏吃个肉勾蛋。假，假文仙的假。假，假字拆开是西北，西北，西北。你成心让我喝西北风啊？伙房在东南，你给我报个西北。哎，你不是好兆头，你就是成心弄我。情况不对，岗楼站岗的不是于长贵的人，而是鬼子。该不会给走漏风声了吧？走漏了风声，鬼子能让咱放风吗？既然情况有变，
咱得赶紧通知厨子。来的都挺早啊！等一下，先让队长打啊！小兔崽子们，我去先把肚子腾空了啊！我不回来，谁敢打饭，我就扒谁的皮！都不能打，都不能打啊！队长，您慢着。于长贵走了。外面来了多少个黄皮狗？32个。加上于掌柜，还多5个。再等等。将军閣下，車が故障を起こしてしまって遅くなって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相本君。はい。一路ご苦労だった。座れ。はあ。将軍、弟を殺した奴にすぐ会わせてください。会ったことがあるか。誰ですか。彼は老三坊の弟子だ。太原城で君たちはかつて戦ったことがある。ああ、あいつですか。查查查查，日头就要落山了。要是再不动手，那城门就要关上了。没有这炒勺，烧不了这锅菜。哎，啥意思啊？什么意思？擒贼先擒王，只有先拿下于长贵，才能控制住这帮黄皮狗。哎，于长贵来了，又来2个，可是还短2个。哎，于队长，于队长，山叔啊，我们兄弟都到齐了，可以开饭了。马上好，马上好！哎，来人呐，出大事了！快来人呐，来人呐，有没有人？草上飞发扬宁风，得去看郎中啊！这破地方哪来的莽撞？他奶奶的！俺们家飞爷要什么3长2短，我们堂屋里的弟兄可以放回来。开门！快点，快！快点，快门！赶紧收拾东西走人，慢点！哎哎，好好。都到这个时候了，这个大会赛出不来了，咱们还是回去另想办法吧。你再说这不吉利的话，把你嘴封上。还磨蹭什么呢？还不赶紧走？哎，好，长官，我们马上就走，马上就走。等等，干什么呀？你要干什么？长官，你要干什么？人家东西还在你身上呢。什么东西啊？你这样我说啊，我都不好意思了。班长，你拿人家什么东西还给人家呀？是不是啊，师弟们？对呀，对呀。拿什么东西？就是啊，那我可找了啊。求求求求，你到底藏哪儿了呀？嗯，姑娘，藏哪儿了呀？这是啊，你看看，哎。在这儿呢。哎呦，班长，你拿人家姑娘肚兜啊？哎呀，就是你拿人家肚兜都不还。吃完肉勾蛋，还有肉汁汤，肉汤拌上小米饭啊，灶王老爷他连吃3大碗。来来来，吃着吃着，都管够啊！我跟你说，一碗肉勾蛋，谁先都不换。我最爱吃这些东西。怎么样？吃的？哎呀，好吃吗？啊，不用，不用，啊，不要了。是，都给我别动，别动，把枪放下，马上放下。干什么呀，刘传叔？你给我闭嘴！小心我砍了你的脑袋！让你的人给我集合，排一长队。你听到没有？全体集合！
的把前面的给绑了，都给我绑结实了。绑不结实，我砍下你们队长的手指。你赶紧的，绑结实了，快点，快快。钥匙呢？这儿呢。小半仙，把其他人都放出来。皇军有令，让咱们立刻关闭城门，快关城啊！快点儿！啊，是，快点，快点！啊，愣着干嘛？你们几个愣着干什么呢？快点，快点！不听丢人家！走走走走！干什么呢？啊，不行！哎，不行，师傅，把枪放下！闺女，你把刀放下来！谁敢动，我把他杀了！放下来！你想饶命啊？小心，
想轻轻想的我心看看个暖阳湖海，看着个月亮你站在里呀面呀儿哟，想轻轻想的我心眼儿那个甜呀呼嘿呀呼嘿，想你呀想的我心花花花乱呀儿哟呀儿哟。心里这个人呀儿呀。